扔了。阿里呀，本来这两天是要带你见一下外祖母的，没成想这中间出了这些事，你还要再等一等啊。阿舅，先去忙你的。夫人，我不在的这几日辛苦你料理一下家中，立正堂那边若有什么事就交给咱们的家儿去处理，这正好也是个时机，好让他历练起来。母亲那边你暂且不要告诉他，我去见童夫人，切记。朱县尉，二郎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这就得问童夫人了。叶老板，交代完了就走吧。哎，楚兰七日之后入洛阳，做好准备。扔了。得空了来西花楼，我留个时间给你。楚轩，你说你办事儿就办事儿，怎么还拈花惹草的？这桃花债可不好还哦。住嘴。朱军，童志阳已经动手了。早了点，他派了人直接冲到叶家钱塘里抓人，动静还不小，现在叶家想瞒也瞒不住了，估计整个洛阳都知道了。做给李家看的，动静自然不能小。听说当时江二娘子也在场，只不过江二娘子没动作，这一回莫不是真的要被李家给得逞？你这叫记吃不记打，怎么还敢小瞧他？我已经很不敢小看他了，只是这古江段有问题的事儿一旦传了出去，这立正堂不保，眼下叶明轩又不在，叶家只剩下几个女的，这李家一张口就给吞了。朱轩，我们是不是该入局了？不要把人都当傻子，这场戏还没演完，可别太早下结论，继续盯着叶家。是。